20件，生了二胎才知道的带娃神器，见过2件我叫你爸爸，第20名。第19名，每次公公婆婆骑三轮车带宝宝出门，我总是担惊受怕的，就在网上买了这种便携式安全座椅。三轮车、四轮车上都可以用，在小汽车上也能用。四边环抱式安全带特别安全，透气性也非常好，比原来买的大安全座椅都香。有了它，一个人也可以开车带娃出去了。第18名，有人说摇奶器很鸡肋，那是因为你没用过它，用了你就会爱上它。来做个对比，两个奶瓶分别加入奶粉，一个放入摇奶器摇匀，一个直接用手摇，摇奶器摇出来奶液均匀无气泡，手摇的气泡多且挂壁，宝宝喝了能够胀气吗？还能插电24小时保温，天凉了宝宝喝一半不想喝了，还可以放进去保温暖奶，真的是太方便了，家里有宝宝的一定要安排上。第17名，你可能一直在给孩子喝脏水，小朋友的杯盖要经常清洗，这种三合一的杯盖刷家里需要有一个，刷毛整体偏硬，能有效清洁，各个角落都可以刷到，可以刷任何类型的杯盖，无死角清洁，刷宝宝的奶瓶奶嘴更是不在话下，就连平时难清洗的辅食机刀片也可以刷得干干净净，小小的放在哪里也不占地方。第16名，宝宝会爬之后，有了这种防摔帽，我真的放心多了，千万别选这种，除了好看，两边根本护不到。我选的这种是360度全方位防护的，后边是魔术贴设计，可以根据宝宝的头围调节大小，满满的透气孔，宝宝戴了也不会热，而且整体很轻，宝宝戴了也不抗拒，今后宝宝学爬学站都用得上，预防大于一切，防止宝宝磕着，快给你家宝宝也安排一个吧。第15名。第14名，家里有宝宝的可以放一个能投影的时钟，它能把时间投射到墙上，一睁眼就能看到时间，还可以设定闹钟，查看温度、湿度、天气预报，方便给宝宝增减衣物，真的太实用了。第13名，早知道有这种多功能的小餐椅，我就不用买这种了，又贵又占地方，它不仅是个小沙发，装上餐盘秒变餐椅，又是溜溜车，坐上去还有气味叫叫声，宝宝可以坐上面吃饭、玩玩具、看绘本，脏了直接一冲就干净了，全身圆润稳固，大人坐上去也没有问题，给宝宝用非常的放心。第12名，假期带宝宝旅游或者回娘家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水温冲泡奶粉。这个便携式恒温水杯是我每次出门必带的，它不仅可以加热冷水，还可以恒温到你想要的温度，这样就随时都有热水泡奶粉了，不需要插电就能使用，车载充电宝都能充电，自带安全锁，放包里也不会漏。316不锈钢材质，小巧方便，快安排上。第11名，带娃出门一定要带上这把两用水果刀，一边是削皮刀，一边是水果刀，撞色造型非常好看，削得又快又薄，转过来就可以直接切水果，娃啥时候想吃水果都很方便，小小一个放在包里也不占空间，出门带着是真方便。第10名，问防不防风帆，自己看，你是不是也在找这样一款学步车？二胎经验告诉你，学步车选方形不选圆形，一车多用，丰富更多锻炼，高低四档调节，防止 O 型腿，后轮还可以旋转调速，一键秒变助步车，方向盘加音乐设计，宝宝更有兴趣，整体结实稳固，大人坐上去也没问题，宝宝学步，选这样一个有颜值、安全又实用的多功能的学步车就够了，快安排啊。第9名，家里有孩子怕黑的，准备这个感应灯，它不用插电，直接贴到墙上就可以了，走过去就会自动亮，这样晚上起床喝水就不用开灯了，门上装一个，开门会自动亮，床底装一个，起床会自动亮，卫生间里装一个，晚上起床不用摸黑了。第8名，要是早知道有这种可收纳的游戏围栏，就不用买这种大占地了，上面是有海绵包边布艺的，而且还能移动，想挪哪就挪哪，底部带有吸盘，可以牢牢地吸在地上，整体很稳固，大宝宝站起来也不怕它摇晃，安装简单，不占空间，还可以清洗，性价比高，宝宝还能在上面扶着学走路，真的挑不出啥毛病。第7名，我现在带孩子出门洗奶瓶，就直接带这种便携奶瓶清洗剂，一次一小条就很方便，加点清水摇一摇，奶瓶就锃亮锃亮的，还有淡淡的桃子味，再也不担心闷臭了。以前带这种大瓶装的，不光占地方，还挤得到处都是。如山家这是 A 类标准的，在外用过的餐具，带的水果都可以洗，一袋里面20条。接下来出门的机会越来越多了，趁合适赶紧备上。第6名，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翻盖奶瓶？真是太懂妈妈了。特别是带娃外出，传统的奶瓶重力球都不知往哪里放，特别容易造成二次污染。这款是奶嘴和瓶身不分离的设计。就算空瓶也可以站得很稳，倒热水妈妈们单手就能泡奶了，使劲摇晃也不会喷奶漏奶，还是这种 V 型的吸管，轻轻一抿就能出水，瓶身是 PPSU 材质，刻度也做得很清晰，
出去玩可以让宝宝自己背着，快给你家宝宝安排一个吧。第五名，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。第四名，天凉了，宝妈们千万别用手洗宝宝衣服了。你看我买的这小洗衣机用的是真方便，我今天内衣内裤还有小孩衣服啥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单独洗，又干净又卫生。别看它体积小，转力可强了，还有蓝光，一键甩干，还挺省事，折叠起来也不占地方，现在这个价格真是太划算了。第三名，就想问谁发明的这玩意，出门买的水可以直接背起来，真的太方便了，可以调节长度，适用于各种瓶子，瓶口不管大小都可以用，套上之后怎么甩都不会掉，个位数直接安排两个，一个大号一个小号，这样大小杯子都可以用了。第二名，带宝宝出门要喝水的，带上这个小东西可太方便了，需要时展开就是个水杯，把水倒进去一滴也不会洒，而且外观小巧轻便，喝完了一拍一盖，直接放包里也不占地方。第一名，可爱又实用的香皂片，大人小孩都能用，特别小朋友出门爱到处乱抓乱摸，带着它太方便了，再也不担心出门洗手不方便了。